这娘们刚才喊我好几声，我没搭理她。哎，不着急，靠她一会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再靠靠她。小样，跟我冷战，嘿嘿嘿，看谁能整过谁。哎呀，老虎不发威，他当我病猫了，他。哎，一会儿过去看看，我再叫他跟人喊一会儿。反正我不着急，我躺着。听没听见我叫你啊？听没听见我在叫你啊？叫我干什么？我叫你那么长时间，你听不见呀、啊？聋啊？没听见啊。耳聋啊？聋啊。烦死了！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呗。干什么？没水，没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给我看看呀！好啊，你等会儿，我过去给你看看。春风吹，战鼓擂，看看咱俩谁怕谁？我怕你。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干什么了？啊？我干什么了？不就是你干的吗？我干什么？水呀、啊！水咋了？怎么我洗澡，我满身打上沐浴露，全是泡沫，咔，没有水了啊！我叫你那么长时间，你连反应都不反应啊？然后呢，你过来之后，水就立马来了，不是你干谁干的？你别管我是儿管的啊！打沐浴露了？你太过分了吧！有你这么整人的？身上打上沐浴露了？咋了？你没感觉出丝滑般的感觉吗？哎呀，你这小词儿还挺多呀你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干什么？你给我水关了干什么？不就是吵架了吗？我一天不跟你讲话吗？你就开始整我吗你？停水了。啊？用你这么整我的吗？停水了。用你这么整人的吗？停水了。用你这么整人的吗？停！有你这么挑理的人，挑理人的吗？停水了，不承认是不是啊？停水了，那水怎么来的吗？你一去水就来了，水是你家的啊，说来就来呀、啊，说没就没呀、啊。我跟你打招呼了，你打什么招呼了？啊？我也等会儿过去，我老不叫，完了就你要么你就把水开开啊，完了你招老不送。真是真的没有你这样的，真的。你真的，你这人，你真的哈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这人啊，太过分了，真的。咋过分了？啊，有你这么弄整人的吗？我整你啥了？啊，我洗澡你把水给我关了。你怎么证明我关了？好好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来，你赶紧走。